继续是来自布袋镇的消息，民进党执行科布袋镇长蔡伟杰表示，为着落实开创布袋观光新世纪，打造威尼斯海岸的证件，正甲立委蔡伟仪联手向中央争取，伫布袋第三渔港到东石乡白水湖之间兴建海上的缆车。该计划将由台湾干部公司评估当中，若是完成这个重大建设，将成为台湾沿海特殊的观光景点，为布袋带来大量的观光人潮。布袋镇长蔡伟杰讲，布袋镇商业活动热度的精华地区无大，将推动第一渔港以及第二渔港再活化，扩张当地北地，增加商业行为、娱乐产业。布袋到澎湖的海上拉设公路，一年的搭船人次上悬超过600,000人次。如何留住过路客伫布袋消费？蔡伟杰讲，布袋大是功能爱完整，但是目前校内只有两间饭店，其他是民宿，难以容纳大量大。所的旅客，公所会积极招商，期盼吸引业者来投资兴建饭店，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发展。咱布袋吼，未来这沿海缆车就是为布袋上港啊，排到咱的东石乡的白水湖啊，这沿海缆车起起来吼，咱相信沿海观光会整个带动啊，这规划嘛，现在有慢慢在进行当中。那么透过蔡议员为这回来拍拼。把规划好的东西送到中央，让中央去认定，然后咱也摕到经费，这完成对咱家己的沿海是一种非常大的建设。布袋嘛是全台东球鸟栖息数量上侪区域。去年千多只黑面琵鹭伫布袋盐田过冬，数量创下历年新高。初步计讲，球鸟来栖息都是布袋一份子。公所将甲野鸟协会、保育团体合作，推动观光产业活动，扩大赏鸟生态旅游的观光效益。新闻将来成报道镇采访报道。